Late I go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rol 的 Pen， 所以呢，我们拿了第三个 Star Coin， 看到了吗？刚刚，好啦，因为刚刚麦克风有一些小问题，所以我没说到话。好啦，没关系，我们进到鬼屋，哦，对的。我忘了这里要去哪里了。好啊，很瓦达嘞这里。我们拿了第一个 Star Coin。好像进错房了。我要按按钮啦，你们什么全部在那里啊？快点过来。走开。好，第二个 Star Coin 在哪里呢？在这里。这里很恶心的东西。我们拿了两个 Star Coin， 第三个 Star Coin 呢？这是什么？这里？为什么漂浮在空中？来，这里，
哦，对了，哇，猜了这么久，原来只是一个 fire flower， 哦，算了吧。好，那么就是剩下这间了吧。OK， 很好。一走，喂 ，Oh no！ 一啊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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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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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这里呢，我们先去普通的出口，再来去。Oh my god. OK， 看来这关我们又要玩多一次了。嗯。OK， 没关系。没关系吧，再来。那么我们就先去拿 Star Coin。然后就去不正常的出口，不正常的出口，就怎么就红旗的出口吧，总之就是。快点！该躲，喂，喂，弄。OK， 对了。好，我们先去普通的出口，先去拿了 Star Coin。很好很好。OK， 现在待会就要去不正常的出口，就叫做红旗出口。普通的出口就叫做黑旗出口，因为是靠它旗杆上的黑旗来决定那个黑旗，不正常的就叫做红旗。这是我发明的。不正常的。OK， 不正常的出口呢是在这里。这里 ，no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为什么这个这么低？好了，我们还剩下一点点时间冲刺啊！就在这不正常出口，在这里。哦！千钧一发，哈哈。OK， 好了。那么我们就不正常出口就叫做红旗出口，因为它是红色旗，红色国旗，旗杆上是红色，所以叫做红旗出口，不正常的，因为它会在不正常的地方给你一个出口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拜拜。